怀疑他出轨了。可是我见你们之前在心动告白不是牵手成功了吗？而且应该半年还不到吧？什么情况？他最近总是心不在焉的，而且还早出晚归的，连手机都不让我看。那有可能是工作太忙。他跟我说他加班，我朋友跟我说他这个商场看到他了。什么时候啊？就今天。那我们去找找他。走，我赶紧去。你朋友会不会认错人了？对的，肯定就是他。就这里啊，在哪边啊？那儿。那个趴在那个栏杆上白裤子的是不是？对，还骗我加班，看我怎么整！你干嘛？我打给他，叫他骗我。喂。喂，宝宝，干嘛呢？我在公司加班呢。加班是吧？那你晚上早点回家哦。好嘞，挂了啊。他骗人，他怎么这样呢？啊，他骗我加班，他过来了，他约了见面那个人来了，不过是个男的。不行，我们得过去看一眼。别吧，这都被发现了。我也发现了。哎，不过男的应该没什么事情了。这年头，男的说不好，女的说不好的呀。进表店了，难不成买表？那也不至于不跟我说啊。哎呀，出来了！哇，他问是要跟你求婚吧？应该不会吧？万一呢，对吧？走了。干嘛呢？啊！哎，干嘛呢？哇！你疯了吧？干嘛打小杨哥？你打我干嘛呀？打我！那在欣赏闹剧的同时呢，屏幕前单身你可以去试试我们这款没有美颜的暖聊 APP。是的，没错，在暖聊上呢都是真实的照片，没有美颜功能哦。系统也是不允许美颜照片上传的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，赶紧点击左下角下载吧。不喜欢的话，你再卸载好喽。你上哪回事啊？够了，干嘛呀？你偷